Hello， 大家好，瓶盖今天给大家录一个历史课，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那么记得多多支持我，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哦，谢谢。来，历史课送给你们 ，music。论古今，卖词儿也需要创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头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李如硕，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闻三英哪几位？关羽、张飞和刘备，三人成行又到地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打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讲国讲水火，山东梁山雷战火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称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了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排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歪唱。陆云龙，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母夜叉孙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鲁智深，带着链子开大奔，人人罗人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。小旋风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劲，青龙白虎谁上瘾。独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。扑天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为命搏，为了金钱演全裸，跳线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。九尾龟逃从网，身宽体魄非常旺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一浪高过又一浪。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小林昨天受了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跪下叫我林大人。谁要再敢欺负他，他就把谁带回家，谁在宫廷耍花杀，我们助谁把团发。哎呦我去，累死我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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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嘿！哎，谢谢，历史课送给你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呐。